那陆小姐的答案是什么呢？我绝不会嫁给你做妾，死也不会。那你希望陆云这一辈子都在军营里待着？这是他的选择，我也无话可说。殿下忘了吗？陆云并非是我的亲弟弟，他的亲娘差点毒死我，而他的亲姐姐也屡屡想要我的命。我并没有必要为了他牺牲我一生的幸福。 你不后悔？我本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不过是出于一个长姐的关心，希望她走一条安稳的路罢了。可如今，我也想明白了，人各有命，她要真想当兵，我也拦不住，那便随她去吧。建功立业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你当真这么想吗？这便是我给殿下的答复，就不打扰殿下休息了。 洛安然，你总是能给我意想不到的答案。小姐，夫人已经过世49天了，她在天之灵，肯定不想看见小姐一直为她伤心难过。咱们该好好送走夫人，不要让她再为小姐担忧了。 带着欣然和娘回苏城吧。这汗巾不是个安全的地方，我不想你如履薄冰的过日子。那你呢？我一定会回去的，但不是现在。爹明白你的心思，你是为陆家好，可你也已经尽力了。 斗不过那些人，不如趁这个机会，跟爹一起回去，咱们守住这个家，好好的过后半生，好不好？入了这汗巾，不是想回去就回去的。如今云儿还在军中，待我打消了云儿参军的念头，带着她一起回到苏城，这个家才算整整齐齐。爹。 带着娘先回去吧，你们平安了，我的心才能安稳。爹，你带着娘先回去吧，你们平安了，我的心才能安稳。爹，走了以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莫要为了别人。
在委屈了自己。爹在苏城等你回来。萧将军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等接人取报，陆青州与北林来往密切，有汉国通敌之嫌，简直胡说八道，我陆家清清白白。真的假的？一搜便知。干什么？起来！别动啊！起来！别动，放下！别动！你干什么？去搜。是。走开！林夕，林夕，你没事吧？将军。拿下。是。陆老爷，狗贪的，陆家富可敌国，你竟然妄图私贩军火于北林，密信在此，你认不认？陆青州私贩军火于北林，通敌卖国，此罪为一；借国账之名，私下垄断民间盐铁，此罪为二；故意拖延军粮物资，囤私粮坐地起价，此罪为三。证据确凿，罪无可赦，理应满门极刑。满门极刑是不是真的？带走。等等，陆小姐，不要妨碍公务。这一并入了狱，这普天之下可就真的再无人救陆老爷了。清者自清。安然，无需为爹担心。应该刚走没多久，我去军营中找找，没准还来得及。林夕，你就在府中等消息。冬青，麻烦你哥哥和帮里的弟兄们一起找找。好。我去过军营了，守卫都说没见过小姐。那小姐能去哪里啊？这都两个时辰了。冬青回来了吗？没有。不行，不能这么干等着，我去找齐王殿下帮忙。林夕，
怎么，你看到我并不惊讶吗？陆欣然，在府里天天装疯卖傻，其实早就盘算好今日了吧？我若不装疯卖傻，怎么一雪前耻，又怎么为我娘报仇雪恨呢？我娘是你杀的，没错。我可真是要谢谢你送我进了庆王府，不然我哪有机会知道穆泽在私贩盐铁呢？所以那日码头发生暴动。夫人，我刚在码头做最后的交接，结果突然来了两伙人，都说其中有批货是他们的，闹得不可开交，都快动手打起来了。娘，你看我好看吗？好看。爸爸，爸爸。我便知道我的机会来了。别碰我，陆欣然！别碰我，陆欣然！别碰我！端人，你害死了我娘，我又怎么会让你娘好好活在这世上享福呢？那爹呢？他的眼里只有你，他恨不得将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你。可我呢？就因为我是庶女，爹更疼爱你，下人们更喜欢你，就连陆云他都更崇拜你。陆欣然，到今日你还在找借口问你，你自己看。闭嘴！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们给逼的。就算我是亲王妃又怎样呢？连穆泽的眼里都是你。为什么？我问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要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不能看我一眼呢？乱然，你喜欢我给你选的这个地方吗？我把你埋在这个地方，再给你换上这身红衣，我要让你永生永世都不得超生。天上地下，你与你娘都不复相见了。改观。
怎么样了，哥？少一直都好好待在军营里，那字条肯定是陆欣然的圈套。小姐她去哪儿了呀？你也别太着急了，我叫帮里的弟兄们都已经出来找了，你回去等消息，我们接着找啊。陆小姐，小姐，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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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，你在哪里啊？陆小姐。殿下，请喝茶。这件事情办得不错，本王也没有想到你会有如此谋略。看到条子的时候，说实话，本王有些惊讶了。同为陆家女，我未必比她陆安然差。我只想让殿下看清楚她陆安然的真面目。你为了替本王能抓住陆安然的软肋，竟然可以嫁祸自己的亲生父亲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妾身与殿下夫妻一场，自然是向着殿下这边的。听你这番话，感觉你很识相。殿下，我助您一臂之力，可否向您讨一份赏赐？说来听听。妾身想要的一直都是殿下的心啊。你与陆安然结盟，图的是陆家的财势和陆安然的智谋，可殿下要走的路最重要的是身边人的忠心呢。我今日所为还不能够证明我比他陆安然更适合待在您的身边吗？来，坐着。你替我对付陆安然，你就不怕陆安然报复你吗？所以他不用再回来了。不用再回来了，什么意思？我送他去了他该去的地方。陆欣然，你嫁祸你的亲生父亲，谋害你的姐姐，你说你那颗诚心会不会有朝一日成为本王床上的一把利刃呢？殿下对欣然这般好，欣然自然是舍不得的。那你告诉本王，现如今整个汉京城的人都知道，本王把自己的王妃给休了，而且王妃已经变成了一个疯妇，你是怎样才可以重新回到庆王府的？殿下，我早就想好了，我可以以陆安然的身份重新嫁进庆王府，好让这一切都回到原位。看来你真的是把本王安排得明明白白的。好，从明日起，你就是庆王府的女主人。对了，陆安然你是怎么处置的？一定要处置得干净，要是留下把柄的话，后患无穷啊。我把他埋了。好，你呀，还真的是聪明。嗯，殿下，告诉我陆安然在哪儿。陆安然屡次设计陷害你，甚至还害死了一路辅佐你的蔡先生。我帮您动手，也是怕脏了您的手。您不敢高兴吗？陆安然何去何从，由我说了算。陆安然设计陷害你，难不成还要留着他的命吗？我警告你，我没这么多耐心。如果你不告诉我的话，我有一百种方式让你生不如死。不则我死也不会告诉你他在哪儿。
区区一个庶女，名声丧尽，残花败柳，这张脸皮留着也没什么用了。要不然，本王划了她。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没有听到，殿下。现在已经是寅时了吧？他已经失踪三个时辰了。陆小姐吉人自有天相，我们一定会找到她的。殿下，城外这一片我们和清河帮的兄弟们已经找了好几遍了，要不回城里找找看吧。走，再回陆府看看。别在这给我绕圈子，告诉我陆安然在哪儿。穆泽，我是真心对你的呀，你怎么从来就不信呢？自入府籍，我何曾算计过你一丝一毫？就算你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哪怕一次次把我踩在脚下羞辱我，我居然还要抛弃陆家站在你面前，求你怜惜我。真心？你的真心里面包含些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黄泉富贵谁不想要？你比我贪多了。别拿我跟你比，你做那些肮脏的事情简直令人不齿。肮脏？我确实不比陆安然干净。陆安然多好啊，自命清高，萧然尘外，那还不是因为他什么都有。你告诉我陆安然在哪儿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你看看，从来就没有人愿意听我诉这般苦。穆泽，其实我们两个人都是一样的，自始至终，我们最爱的都是自己。不过我跟你还是不同的，至少我愿意面对自己的欲望，而你呢？你明明爱着陆安然，却要折磨他，怀疑他。你承认吧，你在他面前
败得如同一条狗。你胡说八道！你知道女人们为什么能察觉男人变了心吗？人啊，明明有两只眼睛，却偏偏只能往一处看。你的眼里只有陆安然。本王最后再问你一遍，陆安然在哪儿？我不会告诉你你最爱的人在哪儿。这就是我对你的报复。要不然的话，我让你生不如死。到这个时候，你还想着陆安然呢？你看看吧，穆泽，碧落黄泉，天上地下，我定要让陆安然生生世世不得超生。啊！沈帮主他们去找了这么久都没有找到，冬青，小姐会不会真的回不来了？胡说！秦王殿下和清河帮都已经在找了，一定很快就会有消息的。我也去找找。哎，再等等。小姐要是真有什么事儿，我就跟小姐一块儿去了。下了地府，我就跟阎王爷告状，不能让陆欣然母女继续欺负小姐。哎呀，你别哭了。说这话未免太早了。陆先生房间在哪儿？在这边。殿下，我们家小姐究竟在哪儿啊？这也有。陆先生这是要做什么呀？殿下，这还有一张。你知道我刚才快死的时候想什么吗？我在想，太糟糕了，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还吵得面红耳赤，如果我就这么死了，结局好像就没那么圆满了。会不会心里还是会有一些遗憾？明明给了我重新再来的机会，我为什么执念于此，不能放下一切与你长长久久？沈大哥，我们来了。殿下，是不是这儿啊？地下三丈三，暗合九九之术，这乃是汗青至阴至毒之体。
先生，你确定是这儿？就是这一片，就是这儿。林夕，殿下，您辛苦了一夜，回去歇息歇息吧。不碍事，我等他醒过来。大夫说，小姐已无大碍了，殿下无需担心。若是小姐醒来，看见殿下这般模样，怕是要心疼责怪了。这陆家接二连三的出事，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对了，那个陆欣然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一个疯女人能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为非作歹啊？殿下，借一步说话。殿下，陆家现在就是这个状况。我会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的。我比谁都清楚陆家的清白，但这件事难就难在，陷害之人已经死了，又是宅内的勾心。说小了是家事，可说大了，也是国事。冬青，你好好照顾你们家小姐，我回去梳洗一番进宫面圣。父皇本身就对陆家很多善举颇为赞赏，相信我跟他解释之后，他也会理解的。你们家小姐若是醒了，一定要告诉她，不要担心，一切有我在。是，殿下。亲王殿下，我们小姐还在昏睡，
想必现在也难与殿下对上话，不如殿下先回去，待小姐醒来，一定第一时间通报殿下。给本王让开。这沈帮主的妹妹还真是有些气性啊。不过你放心，本王不会为难一个死里逃生的女人。还有，不要挡着本王的路。却要折磨他，怀疑他，你承认吧，你在他面前自卑得如同一条狗。你看本王的眼神为什么如此紧张？本王还真的是小看你了。你不但设计本王让本王团团转，你还无声无息地勾引九弟，让他神魂颠倒。哼，这汉京的大牢啊，还真的是阴寒。你爹在牢里旧病发作，痛苦不堪。你说如果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他的亲生女儿造成的，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呀？哼，本王总是听别人说，打蛇要打七寸。弟弟不是亲弟弟，但是爹是亲爹。你说本王这次是不是抓到你的软肋了？木泽，你除了这些卑劣的手段还会什么？真是无耻至极。本王早就跟你说过，手段没有好坏之分，只要能达到目的，本王可以不择手段。陆安然，你爹通敌叛国，私连北林，到底是被人陷害呢，还是他真有一心？看你怎么选了。看你这眼神，是铁定不会嫁给本王了。那本王可以提醒你，现如今本王还愿意让你成为庆王府的妾。你若真把我惹急了，本王可以让你做庆王府的狗。不信你可以试试。你为什么非要娶我？因为我恨你。这一路过来你机关算尽，你断我左膀右臂，这一切你都差点成功了。本王要用你最厌恶的手段来报复你，来折磨你，要让你生不如死，悔不当初。你放开我！你给我听好了，本王给你三天时间让你考虑，你好好给我想一想。我打死也不会嫁给你。什么？那本王告诉你，你就算做鬼也是庆王府的鬼，记住了。Thank you.